荷兰顶个月十八号，新特德白天虹科技公司圣罗的副总经理违规盗挖，弄死一个机车的技师。当时这个新特官有警官陪同做笔录，阁有人涉嫌灌刷，相关的人员拢已经去予处罚，但是代志也未煞哦。过去捌做过颜宽雄竞选发言人的张宇轩，伫个面册来打文章，讲原来天虹科技的法律顾问是宏利法律事务所，啊，宏利这间事务所的创办人，正正就是行政院的发言人罗秉成，暗指罗秉成就是车祸官宣的总驾人。罗秉成马上来回应，讲这是无影无迹的指控，无排除要提出告诉。违规盗挖，骑车民众被天虹科技副总弄飞，重伤过身。十八号意外发生了后，家属质疑新埔分局长被姓罗的副总做笔录有特权介入。捌做过前立委颜宽雄竞选团队发言人张宇轩，伫咧人民社铺文，天虹科技公司的法律顾问是宏利法律事务所，创办人是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。张宇轩怀疑这个事件有厉害的人咧改嫁。那罗秉成过去所创办的律师事务所公司担任天虹科技的法律顾问，那这样子的一个连结本来就可以受到外界质疑。扣张宇轩认为是幕后总驾人，罗秉成会知影出面发冤枉，伊早就伫咧两年前离开宏利法务事务所，无介入案件。有凭有据有事实，请提出来。没有的话，就不要这样的影射。更不要做没有必要的政治操作。除了罗秉成被牵拖到新竹县议员林玉婷，也去地检署起诉申告。新竹县检察局透过公部门的资源，想要替这件代志收银，涉嫌犯盗窃罪。警戒文化吼，就是一直以来，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要透过关系，然后可能会对某一些案件的承办远景施压。这件车祸意外，予大家拢伫咧注意，家属嘛希望会当紧厘清真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